像我就会建议，比如说你是那种就是长期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久坐族，对，或者是说你是没有运动习惯的，因为通常这一类的族群，你的肌肉量一定会比有运动人还要来得少。很适合妈妈，就会建议妈妈都只有劳动而已，没有运动。对 对, 對，那个真的叫劳动，不叫运动。所以你是久坐族的话，或者是你是办公室族，这种我就会建议就是可以适量的去补充，或者是说你可能就是会有吃宵夜的习惯啊。或者是你是晚上都睡眠作息不足的人或者是你是外食族，都很建议补充这一类的酵素，因为其实它除了益生菌跟酵素之外，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睡眠，所以整体来讲，对于睡觉隔天醒来的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。但是呢，到底要怎么样睡醒变健康？黄医师，你都怎么睡？我想先问问你。我睡觉，因为你是很注重睡眠的人呢。对对，你睡觉怎么睡？我是侧睡。假如不是他的话，我就是会。还是我还没有嫁人以前呢，都想说哦，嫁人之后要洗手做羹，那还没生小孩之前都想说，生小孩之后我要亲手帮他做副食品，然后真的遇到的时候都没洗干。所以到这种状况就是我会买很多市售罐头，或者是有那种铝箔包，尤其出国的时候很方便。那个是 OK 的吗？一般只要是我们这个餐厅是没有太辣的，或者是口味没有太不健康的，我们就直接让小孩跟着大人吃。那我们不太确定，所以我们就会带，所以真的没有关系。好，那这个只是你带这些罐装的副食品的时候，你大概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营养学的概念。其实搭配一下，不见得是一个方便的一个好选择。对。所以其实可以做做参考，不用太担心，偶尔吃也 OK。对对对。但是最好的方法就还是跟着大人吃。可是大人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吃到一些玉米罐头啦、鲔鱼罐头，尤其早餐其实非常容易，玉米蛋饼啊，或者鲔鱼蛋饼这样的。那小朋友跟着我们吃 OK 吗？这些大人常吃的罐头。如果是像刚刚讲说要出去外面吃饭，然后我不知道帮小孩准备什么，带个玉米罐头去。我就觉得这个有点，就营养就非常的偏啦。而且你如果常常这样做的话，这些罐头毕竟里面钠离子含量都比较高，玉米也会。他们其实如果是真正的玉米没有那么高，但是装在罐头里，它钠离子就变高了哈。那所以这种状况下，我劝你还是像是你刚刚说的，已经做好的一个真正婴儿的食品，那上面的整个钠离子成分或者是营养成分都比较清楚。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讲说，早餐的时候吃这个一点点鲔鱼罐头或者是玉米的这个罐头，然后搭配一些吐司什么，不用天天吃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量少少的。对对对对。了解。假如是他的话，我就是会，因为不然脚都会塌下去。对对，就是我会这个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跨老婆就好了？多难睡啊！那你会抱老婆睡吗？通常就是抱完之后，然后真的想睡的时候就翻身。对。真的想睡就把它推开，而且抱着很热哎，真是的。谁那么假掰啊？你这话都说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安东妈就是抱老公睡的，对不对？你老公那么帅，一定要抱着睡啊！我也想抱你老公睡。这句话适合在那边讲吗？啊，都九点了，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改九点哦。我以前都傻傻的以为，就是一个人睡觉会孤单寂寞，觉得冷，所以就会希望这老公进来一起睡，然后我就会每次睡觉的时候就会叫他，然后我就会躺在他的这个地方。可是睡起来我就是腰酸背痛的，那不闹着吗？对，而且闹在这。所以我就说以前傻嘛，会觉得抱着他，所以现在有了小孩之后呢，我们的睡觉方式基本上就会是他抱着我后面，对，然后我会睡觉是这个样子，我习惯抱着棉被，然后我会有一个棉被脚在这里这样子，然后老公来了，老公来了，已经来了，你睡着了吗？干嘛演呢？你睡着了吗？怎么有好变态的感觉？我可以进来了吗？所以老公抱着你，这样子抱着我睡觉，然后我就会有安全感，这很幸福啊！我只需要他一只手。哎呀，雨柔呢？我们就要想看你的睡姿。我觉得真的还好，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重睡的人，就是我不许人家碰到我。真的还假的啦？真的，因为像我上床这件事情，然后我要准备要入睡的时候，我的姿势就会很奇怪，像我就会这样，然后我就像大体。然后那个棉被啊，我一定要就是手脚。
脚全部都包在里面，然后把手放在胸口，就觉得很有安全感。然后头发会这样是因为老公在旁边，对不对？我会怕避免弄到他的脸，因为还是要靠一下他的肩膀，就是要这样入睡。可是入睡是这个动作，然后老公都不可以，就是干嘛抱什么都不要，很烦。所以你是会很乖乖睡觉？我是乖乖睡，可是到半夜我可能会翻身，因为老公的睡姿也会越来越大，因为你知道男生，而且我老公这么大一只，所以我到最后的睡姿会变成是在这么角落，就是侧身。其实睡眠最能够反映进入潜意识啦，最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安全感、情绪的状态，还有感情好不好。那像刚刚安东妈说的，老公是从后面环绕的，那就代表她的老公是比较依恋她的。哎呀，所以安东妈就会是老公的精神的支持系统。那有些时候会是女生依恋着男生，这个刚好相反哦，这两个，那这种是女生比较依恋男生。那像刚刚有说到啊，夫妻中这种是最有那种安全感，老公是互相可能都会是彼此一个安全感的最绕着的。对，那这个是男生最呵护女生，然后最能够忍耐力超强都是这个阶段，没错，因为手是会麻的，所以有些时候女生在太幸福的状态下，其实是会忽略男生的忍耐力，他可能会失去忍耐力。星期五晚上正后期，这种姿势就是两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，这个是感情最轻松自在。那刚刚雨柔说的就是说，他是可能是侧睡，然后这个是独立自主的睡眠方式，就彼此的关系也稳定，独立自主。可是这个睡眠跟这个有点不一样，就是要看中间的距离。像我遇到有很多夫妻啊，感情越来越疏离的时候，这中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所以很多时候很怕对方来碰我，很怕对方来讨爱啊，或者要做什么，这种都会躲得很远的。所以像这种，我们也可以看他们感情梳理的方式。老师，我跟我老公睡单人床。也太挤了吧！你要想想，很差劲，你们还要分享。刚刚大家有提到有一种夫妻的睡法，就睡得乱七八糟的，那就代表说这对夫妻的感情就是说很自在，很乱。就是，就很多像很多小孩都会睡到踢到爸爸妈妈的肚子，踢到妈妈的脸都没关系，就代表说他们的关系当中不会有什么顾虑，爱怎么睡就怎么睡，所以其实是很放松。但是就是说，可能双方就会互相干扰一点点，是会比较大一点点的。可是其实好像怀孕的时候还是什么那个什么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怀孕，然后。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一定要睡左侧睡会比较好，对子宫的那个舒服的程度啊，然后还有对胎儿它能够吸收到的养分或是营养都是比较好的。所以我那时候刚开始我其实左侧睡我蛮不舒服蛮不习惯的，但后来我现在都已经生完11个多月，我现在还改变不了，我现在就一定要左侧睡我才睡得着。像维琳他是左侧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是习惯右侧，因为我就是睡前都会吃宵夜，然后我之前就在网络上面看到文章说你要右侧睡可以帮助你消化，然后可是我就是睡完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是有时候去做身体按摩，然后那个按摩师就说你的那个肩颈啊，这边肩颈啊，左侧右侧对，肩颈啊，还有你的腰那边都比较僵硬。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你睡觉都怎么睡？”我说：“我右侧睡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你是不是应该把你枕头垫高一点？然后叫我两腿间要真的要夹个东西。”他说：“要让那个身体比较平衡，不然你会整个侧过去，身体压力很大，你就会很紧绷。”所以后来也真的有改，就是我真的买侧睡垫高一点，就是让脖子跟那个什么脊椎能够平行，然后脚中间在夹，可是我通常都是夹老公，就是腿就跨上去。对啊，而且你老公那么壮，对不对？该夹，脚跨上去，所以我这样子后来身体就没有那么不舒服，就没有那么僵硬，就是某一边特别僵硬。所以像这种睡姿睡法，好像真的也会影响到健康，对不对？到底怎么睡最健康？如果说你已经习惯怎么睡，你就这样的睡。但一个原则啦，我们常说。睡眠的时候，你的颈椎，你的身体的那个脊椎要成一个一直线，表示你家的床跟你家的枕头跟你的脊椎是吻合的。那你侧睡的时候，基本上那个脊椎那条线也是平的。这样你睡起来的话，表示你身体有一个能够负重被这个床跟枕头给平均之后，你这样睡起来基本上会比较好一点。反正你只要你睡得着，早上起来精神很好，这样就是一个好睡。没错，而且就像刚刚王医师讲的，五个好是什么？
吃，能吃，能喝，能尿，能拉，能睡，再求你的大富大贵。对，祝大家都大富大贵，睡醒之后都是女神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记得上我妈妈老师粉丝团跟我们的互动，大家拜拜。今天聊到很多睡觉的，对不对？其实很多人睡觉的仪式啊，之前就是要洗个香喷喷的澡，尤其那时候小朋友一直在哭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爸爸去洗澡，洗澡他就很好睡。所以其实好像洗澡也有一些 timing， 对不对？睡前可以洗澡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你的小孩子洗完澡很好睡的话，就睡前洗。那那个嘞，我们发烧感冒流鼻水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帮他洗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？很多人只是会担心说会不会水温太低，然后他感冒会变恶化。其实谁会用冷水帮小孩洗澡？嗯，通常水温都还是在这个30度、32度以上嘛，甚至会更高一点。所以我反而是要请大家注意，就算他感冒，你也不要用太热的水哦，因为对他的皮肤还是有伤害。那像小朋友有时候泡酒之后，他真的就不起来。我女儿洗澡一个小时，泡到最后手都皱皱的。好像也没有什么健康的危害了。你知道人家说手皱皱是因为在古时候那个演化的结果，手皱皱它可以在水里面抓地力比较强，只是说手皱皱这件事情不是什么病，好啊，反正捞起来就好了。哦，那其实小朋友洗澡很容易呛到水，怎么样处理？可不可以教教我？我每次在那个妈妈教室的时候，我都会问说在座的爸爸有哪一个人曾经在太太不知情的状况下，小孩洗澡洗到半夜滑到水里面，被立马半秒钟捞起来的。太太也常常会做这种事，对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其实每一个小 baby， 大概不是每一个啦，但是很多人都曾经就赶快把它捞起来的状况下，是不会怎样。好像网络上都会说什么啊，会什么吸入性肺炎啊什么的，你又不是给他头按下去不准出，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吗？所以立刻起来，赶快起来啊！呛一呛，其实不会有什么大问题，哭一哭都 OK。对对对，好的，了解哦。